喂，妈，我在开会。沈侯，我回家一趟。爸，我在开会。回来。是不是我妈？妈，你没事吧？你妈妈没事儿，是你的事儿。沈侯啊，你有孩子了。小陈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不是程志远的。爸妈，你们从哪儿听说的？如果那是我的孩子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他得有多恨我？他恨的不是你，是我们。是我，孩子，这事儿得从你高考的时候说起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就偶尔会小腹有点坠胀。痛吗？还好。看一下。没什么问题，孩子胎心都很正常，放心吧。接来了吗？哎，程先生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孩子，沈侯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找人。和业主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你给业主打个电话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你自己出去行吗？行，你们赶紧去排练吧，我自己就溜达溜达啊。那你有事打电话啊。哎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好嘞，走了。慢点啊，宁姐。哎，好，放心吧啊。好，走，打电话啊。好嘞，先生，欢迎光临。我想买一部手机。哦，我们这些都是新品，您可以随便看一下。都是啊。对。这个我要了啊。好的，先生，我们这款手机还有银色，正好配成情侣手机，您可以给您太太也买一个。好，这个我也要了。Thank you.
笑笑，你别走。笑笑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我不想见你。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想多了。笑笑，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都知道了。我都知道了，他们什么都告诉我。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是恨我才对。笑笑，对不起。你既然全部都知道了，现在再说对不起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，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这个对不起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竟然就因为你在程志远家那一晚，还有那一段微信和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。对不起。你现在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，所以我紧张，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。你也知道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，我太厌恶我自己了，我怀疑我自己，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。而程志远又真的太优秀了，所以我别说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？笑笑，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了。我不管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我依然无比的坚信，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想和你还有孩子在一起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。沈侯，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，我妈是会疯掉的。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而且陈志远把我和我妈都照顾得非常好，我妈现在非常平静。我明白，我承认，陈志远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丈夫。但是笑笑，你真的爱他吗？可不爱又能怎么样呢？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所以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吧？笑笑，笑笑，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，你叫我什么都行，就是别叫笑笑。这是我爸给我取的名字。
小小，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，微信也把我拉黑了，但这些话我还是想说给你听。那天我知道真相以后，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我高兴的是，我终于知道你所说的一切、做的一切都是在骗我。你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。我难过的是，我们家当年所做的事情，导致了你爸的意外。 直到现在，我还是难以相信，我当年上了自己想上的专业，可代价竟然是你爸爸的生命。如果不是我妈为了我找人挤掉了你的专业命了，你爸爸也就不会去讨说法，也不会发生那场车祸。直到这些以后，我总是想起那天在河边，你和我说的，你们家那些故事，笑笑。 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。如果你现在过得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幸福，我会祝福你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用一切方式向你和阿姨赎罪。请你永远不要再联系我，就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赎罪。嗯，